现在来讲笑话。就是呢，有一天小明他去理发院，然后他剪了一个飞机头，然后小美看到他，他就说：“小明剪什么飞机头啊？”然后呢，小明他就走着走着，啊、哦，他就跑着跑着，跑着跑着，跑着跑着，他就起飞了。好，乐手介绍，电击。电击是博彦 ，KB 千云，木吉赵薇 ，Bass 许晨，鼓是提轩，我是主唱于龙，这首歌是项羽。
谢。